阁好，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正月正，请竞赛入大厅。二月二，太地公下土地，咱来开讲。开讲土地公庙，咱常在看会到的连队，来思考讲，参头参尾土地公，土地公对百姓的保庇迄款的用心。头一队，咱来看，看典故讲，福德无疆，正气游万民。下句讲，德威四方，心灵护众生。稍甲听一下，稍来甲探讨一下。福德就是讲福分，若会做神，互汉家人敬拜，当然伊就是真有福分，伊做足侪善事的人。福德无疆，就是福分无边。疆就是边的解说，啊！伊做人正气，做神唔只有在调游万民。下句讲德威四方，心灵护众生。有影啦，参头参尾土地公，有土地公伯啊伫咧保庇，当然咱出入就会平安；有土地公伯啊伫咧保庇，当然咱求财就会得财，求利就会得利。啊，认真来甲想，土地公嘛袂输啥，袂输敢若咱兜咱厝内迄老爸母共款。台湾土地公庙满世界有，就是咧保庇家己的庄头，尤其咱的老爸母，认真甲想，伊有当着啊下辈咧讲吼，你安尼初二十六照起工作业伫咧拜拜，咧拜土地公，咧拜厝里的家神，敢得爱信了这功夫，认真各种甲你探讨，咱的爸母三支清香举起来，伊无咧求讲叫伊神明保庇，互伊趁钱无呢？伊咧求啥？拢嘛是三支清香讲心愿，唔免好运就彩券，祈求好子孙啊，行行做状元。拢咧求讲保庇家己的子儿孙，咧求保庇人呢。老爸母就是这么慈悲，这么疼家己的事实。土地公庙，咱所敬拜土地公嘛同款。唔只第二首土地公庙的连队，各种所找这种普遍的连队。连队内第二句写了真好，不过咱今日已经无材料去研究，讲是倒一个文人的灵感。不过吼，真正咱认真来甲想啦，伊讲出土地公的特色有啊无？第二首连队讲：福荫地灵充百业，德昭神佑如君礼。探讨一下，伊的福土地公，伊的福荫，就是讲咱的地方有在条保庇甲地灵连接，尤其咱讲土地公是财神。咱去敬拜土地公，都在条百业昌隆。下句讲，德昭神佑如君礼，这个如当然是富如咯。啊礼咧，礼就是礼民百姓，所有这汉奸人拢得到土地公的保庇。尤其这个连队庙内连队，国清捌招你探讨过，解文说理咱捌解说过，你甲看，典故就是福起头，下句就是德起头，所以福德正神土地公庙的连队内底就是咧讲土地公这种神，伊的特性，伊方上界敬重的所在啦。